这栋三层小别墅位于四川省绵阳市三原镇，河流清澈绵延，山峦此起彼伏，自然的田园风光甚好，是休闲养老的理想环境。可真要修建一栋房子也不是简单的事情，砖瓦、水泥、钢筋、人工，想一想都头疼。星河绿色装配式建筑带来简单的选择，这栋三层的小别墅主体用时仅三天，不再采用常规的建筑材料，所有的房屋组件都由星河新型植物纤维建材工厂化提前定制，直接运输到施工现场开始吊装，拱形设计也在提前生产时定制好，所有的组件依次安装，现场主要依靠机器施工，现场所需的人工很少，现场几乎没有施作业，干燥整洁，几个工人在进行顶面的作业，仅三天时间，别墅的主体就已经完工，护栏等装饰布品也是提前生产好的，直接安装，速度更快。装修完成的别墅不仅建造速度快，而且抗八、五级强地震，防火、防水、防冻、防裂纹、防虫蛀、防老化，美观有兼顾。装修完成的别墅不仅建造速度快，而且抗八、五级强地震，防火、防水、防冻、防裂纹、防虫蛀、防老化，美观有兼顾。